美丽果成长日志，天花板是什么？4个月。梨子已经越爬越高了，我的天哪，根本已经要触及天花板了。那应该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要摸到天花板吧。喵，你真的要上天花板吗？小姐，你越来越夸张了你。Oh my god， 这是飞天猫啊。哇，居高临下的猫。你想要去当良善君子吗？你说我不是君子，我是娘子。所以你说他刚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还打算把一个笼子上面是没有盖子的哦，我只打算把它圈在里面。但是呢，事实证明是怎么圈得住？你看，而且他真的第一天就已经爬在我的那个文件柜上面了。要不要下来啦？你看你家的猫到哪去了？卢先生他往你走过去了哦。哦，啊，你不想下来啦？天啊，上面太好玩了，对不对？你说爸爸去哪里了？怎么没有管我？他走了耶。好啊，猫下来啦，猫下来啊。镜头忽明忽暗，我实在是有点难控制它。啊，看到爸爸出来了哈，你高兴了哈。爸爸，你不陪我玩吗？你不陪他玩了，他在看你耶。爸爸，爸爸 ，give me five 吗？爸爸，下来呀！对呀，赶快追去！你说你不要走啊，你要去哪里？爸爸说他要去睡觉觉了。哇，没有人陪你玩怎么办？他进房间了啦，这里没有别的路可以去哦。美丽果下来，不是从那里，太危险了，你确定吗？你要从那里下来吗？不好吧，你的指甲剪过了耶，不够尖哦。你走别的路好不好？走别的地方。刚刚爸爸要抱你下来，你为什么不下来？真是的你。哦，谁又出来了？爸爸要来带你下来了吗？跟爸爸，跟爸爸，快点帮我。哇，他又进去了。哇，没有人救你咯，怎么办啊，美丽果？我来救你了，好吧？啊，你应该知道怎么下来啦。哎，喵，美丽果喵，美丽果，怎么了？那里有什么？照镜子吗？